闹钟了。那闺女是纪律部队的，不讲信用。你们说应该怎么修理他吧？给他，还给一个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了！哎呀，我屁股全都是窟窿了。你们啊，蓝江，你好小的刘彪啊！哎，偷试卷，还给我，偷试卷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身为警务人员，卑鄙无耻，下流试卷，居然去偷试卷。明目张胆作弊，来来来来来，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嘛？就算是考零蛋，也不能够没人格。要说雷洛呀，哼，打死我也不肯看呢。哎，你来了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啊！啊，给我！哎呀，试卷掉下去了啊！下去！哎呀，啊，臭屁虫！何止？又是你！大哥大哥，窗口不是让你们乱丢垃圾的。是让我爬进爬出的，是是是，还好是张破纸，不然我脑袋开花了。我试试拿过来。啊，考试卷，完了，给你。哎呀，来了，上床，上床，快！明天考哪几题？要考试了也不念书，一定想作弊。啊去！靠那么近干什么？又不是玛丽莲梦露。三个月三。想打瓦斯儿，不许睡。凉凉吧。啊，我不是冰棒，我是冰淇淋。哎，胖子，你进来扫地的。哎，你真有眼光。哎，怎么来看榜？不看榜看什么呀？考得怎么样？哎哎，志超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你看你看，陈志超第一名，伯父林水塘。臭皮超，你可爽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郊游野餐，真是风流快活。你说光过瘾呐啊！啊，原来考第一有这么多好处呢。哎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大家都给个面子，准时到，啊！哎，扫地的，你也有份。年轻人，你不要死要面子。我告诉你老实话，去守了水塘就很难出来干刑警了。嗯，扫地的，你有所不知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谁做主？刘福探长。嗯。他那些糗事啊，十根手指头都数不完，阴险卑鄙，而且贪财。他真有那么坏？哎，还不止这些呢。最可恶的就是他小心眼儿。像我们这么有为的青年，现在当差，不止没有升迁的机会，随时还被他陷害。真的吗？可真恐怖啊！不然你们以为出去还挺过瘾的呢？我看呢，守水塘是又开心又安全。哎，你们想想嘛。你真要一辈子守水塘？你放心好了，刘福这个没良心的，做不了多久探长了。哎，扫地的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就张大眼睛看着。刘福探长。Mr. Blanc 可以走了吗？把地上的冰棒棍捡起来。你来了 ，Mr. Blanc， 刘探长，
都准备好了，可以上牌了。你找什么？今天早上皮包掉了，不知道掉在哪里。没关系，我们中国人啊都有路不拾遗的传统美德，只要有人捡到了，一定会把皮包还给你的，不会自己留下来。希望你说的对。今天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秀加入我们警察的行列，大家都是人才。我刘福虽然是个粗人，但是我最重视的就是人才。只要你们肯苦干实干，我一定会大力的支持和重用。不过有一些无才无能之辈，不反省自己的一无是处，只会不断的怨天尤人，不断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说我忌财，说我小心眼。这种人最卑鄙，是我最痛恨的。你一定会自食恶果，绝对不会有好的下场。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？刘探长，我叫陈志超，是本年度毕业考试成绩第一名，但是被派守伯布林水塘。既然探长你这么重视人才，请问你有什么看法？成绩这么好的学生居然派去守水塘，我也觉得是一种侮辱。好，我决定派你去守离岛煤窝，因为那个地方是黑社会的小混混和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偏偏在当地的警察局只有五六个水警在那守着，实在需要你这种人才去管理。谢谢刘探长提拔，给我一个发挥的好机会。只要你肯好好的干，我保证你吃得好住得好，一直到退休都不用出来了。假如你没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出来问候你。 Mr. Brown， 你不是丢了一个黑色的钱包吗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应该在刘探长身上，在他裤子口袋里。我的皮包怎么会在你身上？解释一下。我今天过生日，我以为你故意把皮包丢在地上，看我能不能捡到。如果捡到了，就当做我的生日礼物。又不是这样，你先坐下来，等一下我把皮包还给你嘛。是不是黑色的？你们这些水上人不好好抓鱼抓虾，在这玩洗巴了啊？什么都赌，几毛钱都赌。您把煤窝当什么地方了？谁是庄稼？超哥，不好意思，是我。超哥，给你添麻烦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街上开赌，这个罪名很严重。严重。要么坐牢两年，不然就罚款2000，自己选吧。超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帮你当5天夜班，怎么样？当10天好了。我一直帮你当到月底，好不好？还把衣服穿上。我穿衣服，穿衣服啊！谢谢超哥，穿衣服。你真好，大人罚1块，小孩罚5毛，太不公平了！大人罚1块，啊？怎么？你嫌多是吧？再啰嗦就罚你10块。妈，就是这么便宜啊！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一点都不新鲜啊！不吃你怎么知道？好，超哥。这早上还蛮热闹的啊！你看那女的没有？她就是大坏蛋高小七的老婆，江湖中人全都尊称她三姐。哇，她可有钱了！她老公去年在南中国海死了。过来，季老公啊，我最喜欢这种专情的女人了。我一定要泡上她。一鞠躬，再鞠躬。大家小心点。是。就算拼上一条命，也要给我哥报仇。这杯我敬你。林总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臭男人杀了我大哥，我今天来是跟你算这一笔账的。我靠，你他妈有病啊！算账？当年你大哥黑吃黑，还叫人杀我老公，这笔账怎么算了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你老公还不了的债，我要来跟你要。下面的人听着，我们是警察，马上把武器放下。出来投降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喂，你们听着，我们大批人马已经把这里包围了，快投降吧！哼，吓唬我？煤窝警察局有多少人，我比你们清楚，你们斗不过我呢。明天来收尸吧。我们之间的事，你扯上警察干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不对劲儿，把他们做了。走走走走啊！好，走，走。警察，保护你的。怕什么？是鞭炮，抓着你的做人质，把他带走。我怎么会呀？快救我！哎呦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他也带走。
晕了，你醒一醒啊！啊，全都给抓了。是啊，哎，有空到我那儿坐嘛。好啊，这是我的丫鬟。哦，你好会做菜啊。老公，出来呀，快出来嘛！老公。哇，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也跑来了，那么吓我。什么？哎呦，外人才别这样嘛，回家去，回家去。老公，我给你介绍啊，三姐，这是我老公陈志超，陈姐。三姐人很好哎，你老公很神勇哪里？彼此彼此。Go go, Harry, go, come on！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跑了，哪里走了吗？快上车呀！快快快！怎么老公不好？不要抢我的肉，不要抢我的肉啊！队长，大家都不要吵，这个案子我一定会破。你们先回去，等案子破了我通知你们。你老说破案，你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嘛。是啊，没问题。十年八年一定破！你还没交代，首长，你这小王八蛋，整个礼拜不见人影，现在又突然出现了，又闯什么祸了？官方老大乌龟，到处找人砍我，他砍你，你不是找他收账吗？他欠我钱，当然不敢出面了。他找他的女人出来跟我谈，谈呀谈呀，喝呀喝呀，我就喝多了。后来呢？谈到床上去了，你去死你！收账把人家老婆给上了，人家他妈不砍你才怪呢！你叔，你知道我全家死光，不是也包括你在内吗？怎么会包括我？王八蛋！福子儿，很久不见啊！我是四个月前故意让你调去守煤窝的陈志超，居然托你的鸿福调回这一区做便衣探员，我是专程来向你报道的。招人！哼，小子，煤窝那件事你可出尽风头了，真是英雄出少年。哎，我没有调错你。没有，调得好，调得对，调得呱呱叫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正需要个人才，请福爷尽管吩咐。警察局外面那些人已经闹了一个早上，我给你十分钟时间去摆平，摆平了之后你再来跟我报道。Yes sir。福。还不赶快打电话给乌龟？哦，认同。侄子陪你老婆睡了一个晚上，这个账怎么算呢？我看这样好了，你欠我的钱我给你打七折，如果你再不满意，我陪你睡一个晚上。哼，你不要我陪，那你可吃亏了。嗯，那钱赶快还啊，不要再拖了。搞定了，叔，以后玩人家老婆小心点，要不然你真的要绝后了。怎么没声音了？全死光了。这小子会变魔术。慢走啊，慢走，慢走。叔，穿衣服了。福子，福子。嗯。哎，报告福子，刚好用了十分钟完成你的任务。这么容易就把他们打发走了？不容易，得发毒誓。你发了什么毒誓啊？我说三天之后啊，如果叫不出人呢，就会绝子绝孙，死无全尸，他们才不太满意的走了。嘿，小子，你真有办法。这个誓是替你发的。你不是摆我道吗？哎，那你叫我出去跟他们说，不就是摆我道吗？你说三天，他妈的三天，我怎么敲人啊？不怕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以你这么大的名气，向英军司令要人不就行了？没得选择了，知道吗？
他妈比我还阴险。Chinese women, it's a blatant slander. Bah, humbug! 荒谬！英国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怎么会强奸中国女人来虐待自己呢？分明是诬告！将军啊，那些村民一口咬定是将军的属下干的，希望将军啊把这两个闹事的军人交给我，带回去跟村民解释清楚这件事情，就可以一劳永逸了。你什么东西，居然跟我有人？将军，将军，这件事……说你吃狗屎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，胖猪？真是！你在放什么屁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自以为是的笨蛋。一时情不自禁就多骂了两句啊，请继续。哎，将军可能是外国人，不太了解中国的民情，我再给你。闭上你的嘴！你这个人头猪脑！你要知道，香港还是我们英国人的地方，轮不到你们中国人说话。我们皇家英军的职责，就是通知和监管你们这些中国人。你这个死胖子，再跟我咬人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Get out！ 这就是滚蛋。快点，我在叫你啊！叫什么叫？还差一点就尿完了。快点，不在。嗯，尿完了。待会儿要是有事呢，你就吹这个哨子啊，我会立刻派人来接应。好，为了表示对他们友善呢，你把枪交给我。好，小心点，延长好戏给我看啊。叶三。地方去了拐弯的，跑错了五条村子我才找得到。哎，里边情况怎么样？我有个兄弟在里面调解纠纷还没出来呢，我很担心他。为什么你不自己进去看看？根据线索，这些村民非常凶悍，而且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。是不是先商量一下怎么突击，或者找人跟他们对话，讨论放人条件？他妈的，我背后一整队防暴队，他们全部都是最有作战能力的警察，怕什么老头老太太？可是他们有武器啊，他们那些武器能不能比得上我的精良装备啊？别说那么多了，立刻冲进去救人，谁要是敢反抗，我他妈开枪打他。能够这样是最好了，不过随便的开枪会不会引起村民？对付暴徒一定要用强烈的手段。嗯，这种事情我是专家中的专家，出了事情我负责。好，注意。是。行动。你那兄弟长什么造型？长得一副土里呱唧的样子。我给了他一个哨子，吹他。全都不许动！哎，你兄弟呢？哪里有人袭警？好多警察，快去看看！刚刚明明听到哨子的声音。他们就是你兄弟，走，走吧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哎，村长，村长，来，过来。哦，刘探长，刘探长，有什么吩咐？我那警员陈志超呢？他来了没多久，从后边走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他说刘探长您会亲自来这里跟我们交代抓英军的那件事情的嘛。他说您不交人呢，就绝子绝孙，死无葬身之地嘛。对呀，对呀。刘探长您自己说的，要是交不出英军的话呢，就绝子绝孙，死无全尸。是啊，还要说多久？哎，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你们解决吧。我是一定会把东西解决的，大家放心好了。哎，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。哎，大家冷静点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问题解决了。哎，放心好了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叫人，叫人呢。哎，像这两位兄弟一样心平气和再去打牌，该有多好啊！
妈的，我们不要上警察的当了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！袭警！你们上，追捕这些暴徒！各位乡亲，快点散开，散开，散开！快！哎，都是红卫啊！敢带头袭警，往死里打！陈志超告诉我们，会有人混进来闹事，原来是真的。太好了！报告福子，30分钟之前，我用你的名义召集了40个警探去抓人。我们成功的抓了2名怀疑强奸村妇的英军，不过我们行动中受到了阻碍，所以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冲突。什么冲突啊？我们打伤了车上2个讨厌的英兵，不小心烧了2部军车。哎呀，那2个英兵伤得不那么严重，不过那2部军车炸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们的行动啊相当的敏捷，海陆空全出动了都不够看，只有2-3下就被我们摆平了。而且还没什么损失，打伤了英军，烧了2部军车，还说没损失？刘团长，以前我们错怪你了，原来你是大仁大义的中国人。大仁大义啊，我天生如此，不用称赞我。对对的，啊，黄村长，哎，我知道他的心意，他这次就算是被英军打得像个马蜂窝，横尸荒野都不会后悔啊。哎呀，了不起！当然了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这是我分内的事，也是应该的，不用鼓掌，不用欢呼了。刘探长，你放心好了，假如你真的被那些老外打死了，我们在祠堂外面给你盖个纪念碑。是啊，村长，村长啊，外面来了很多英军，带着机关枪把这包围了。再去看啊，刘探长，怎么办呢？何队长，你的黄毛部队武器是最精良的，又是全港最有战斗力的警察，那100多个英兵你怎么会放在眼里呢？你们现在啊，先把我给保出去，然后呢，我再召集救兵来救大家。哎，不错，我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察精英。100多个英兵当然不放在眼里了，就把他们当暴徒了。同时，为了救护大家，我们更会义不容辞。那最好了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现在的形势呢，只要刘四你一个人出去见那个司令，一样可以救回大家的性命。我们防暴队最支持这种英勇的行为了。请你刘四现在出去，不管你死活，我们将永远记住你。岂有此理，不讲义气。刘探长，你不要怕，我们这帮村民一定支持你。对，刘探长，支持你。刘探长，支持你。刘探长，支持你。大家冷静点，冷静一点。你们这样做只会陷刘探长于不义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嘛。对对对，说的。福 Sir 宁愿一个人去死，都不愿意有无辜的人因此而受伤，而令他的英名受损。哎，你们就让他去吧。说的对。刘福，你听着。对。你还有2分钟。哎，刘探长啊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们也不勉强了。我们一起送刘探长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真英勇，英勇！哎呀，都是你这小子惹的祸，今天我就是死了也要找你来垫背。福子儿，我知道你不想当众被老外羞辱，想拉着我一起以谢天下，这样子不对嘛？大丈夫有一线生机都不可以放过呀！我替你出去。你出去？啊，你不愿意啊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不是，我不能破坏你的名誉，不能够让你言而无信。来，拿着枪出去。不用了吧，100多个英兵嘴巴就搞定了，办不成用来自杀了，没这个必要。来，来，把内衣借我用用，把内衣借我用用。没有啊，内裤也行。脱内裤，脱内裤，快一点脱。我没穿，还脱内裤？少给我啰嗦，什么内裤没穿？脱下来。Clear, no fire, OK. Hi, I am Chen Zhichao.我想见史密斯将军。嗯，
史密斯将军 ，I am change。闭嘴！那个偷袭我的人为什么没有胆子出来见我？派你出来求情是没有用的。将军果然英明神武，一猜就猜错。我不是来求情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妈的帮什么屁？我是女皇陛下英军的将军，你们现在被我的大军包围了，你说来帮我？真的荒谬！你身为将军，居然为了两个罪有应得的强奸犯，还带着部队出动武装袭击平民和警察，这种行为如果传了出去，我看你就只有回家吃自己了。你给我想清楚。什么？话虽然有道理，不过在我强大的实力底下，就算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将军，你看看那边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你不认得？那第一个呢，是人权要员驻东南亚的代表啊。第二个是小哥顿，也就是我的同学。不就是英女皇陛下的弟弟的老表的戈顿勋爵啊？哦，戈顿勋爵，我们在伦敦握过手。那你运气不错。所以我没有胡说八道啊。还有啊，旁边那些啊，全都是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，他们呢就是来现场直接报道这件事的。你看我出糗没有关系啊，最重要是你威风。那我现在拿着白旗呢，假装投降，那不就是帮你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英国最尊重人权了，天佑女皇。好吧，那两个混蛋是被你带走吧？啊，放心吧，啊，我保证那两个英兵一定会得到最优惠的照顾。啊，谢谢。刘四，没什么要我帮忙的了吧？没有，我们自己搞定了。收队。Yes, sir。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是这样的，福 Sir 他呢明知道这次行动九死一生，但他还是勇往直前啊。他单枪匹马直闯军营，痛骂英军司令，终于感动了史密斯将军，所以对方就答应把人交给他了。叫你不要说嘛。好了，既然说了，随便报道一下。各位听众，古有关云长单刀赴会，今天有刘副探长独闯军营，今人胜古人。刘副探长请你说几句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个弱点，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要管。我不敢说跟关云长比了，我在尽量跟他学习。不过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有很多问题，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，像飞机大炮的问题，像我这次独闯军营啊。像我这次独闯军营，我就觉得比以前那个关云长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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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五关斩六将还难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呢，我们的福 Sir 就是这个当代的关二哥啊。大家别说那么多，拍照吧。听你说，精神点。对了，这一次行动您觉得怎么样啊？辛苦啊，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辛苦，因为啊没有人可以帮我。如果硬说有什么人有一点功劳呢，那就是那个陈志超吧，他跑得蛮勤快的，也算是有点功劳了。对了啊，什么我一起来一起来。好了，不要啰嗦，我也照啊，一起来啊。走了，出不了风头了，动手。刘先生，刘先生啊，一点心意，好，先收起来啊。好，走吧，收起来。不客气，别那么客气，大婶，我们警察不能要人东西嘛。谢了，拿过去吧，谢了。不要，我等人到你方法。你老是捉弄我，这次是还你的，我们算是打平了。好，以后请福 Sir 多多指教。你蛮机灵的啊，有前途啊。谢谢福 Sir。
这还抽还抽，醉成这个样子，好好清醒清醒吧。这人呢、啊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这么不懂事。哎，这人下去没人要你了。哎，不醉不归啊！来，喝喝喝，干干干！干干干！哎呀，你怎么拿一瓶酒拿这么久呢？哎，福子，还得再喝三杯。我今天奉陪到你，舍命陪君子了。福子，福子这几天太忙了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我替他喝这三杯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兄弟还真维护你啊！我先维系，我跟你喝。我这么多年当然要维护我。白素芬怎么还没上台唱歌？白素芬，她是新来的。你这没见识，她以前在立时是头牌。后来有氧来登台，他就沦落到第二了，是吧？一赌气就跑这来了。哎，我有跟你说过，他台风意外化，不可能吧？真的？那我得问问三姐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来？好啊，我就把他找出来。你去，阿伟啊，你陪他一块去。是。嗯。来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三娘吊死啊？有本事就来把我灌醉。哎呀，刚才那两块大肉撑得我好舒服哎。没有味道的女人跟猪有什么分别？哎，能抱抱猪也挺好的。去，乔哥，请。哎。三姐，哎，白素芬小姐，你穿上我帮你选的这套衣服，保证你比优雅漂亮几十倍呀、啊！咦，玫瑰，玫瑰，我爱你！我先蹭起来，起来！你这样可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啊！黑玫瑰，女人换衣服有什么好看？你不看看你这一身肥肉？正点，你不是想看我换衣服吗？听着，叫我吧。哎，啊，干嘛？别说我没有警告你啊！不怕长针眼都来了。哎，小姐，我叫陈志。小姐，我叫陈志草。哎，对了。总华探长那个位子，他们都抢个半死，蓝江跟雷洛嘛，你的看法呢？啊，三姐，啊，你说三天之内能不能把他摆平？能、啊，你说能，一定能。这个白素芬身材一流，长得又漂亮，我发誓一定要得到她。妈了个臭！醉了，先回去了啊！知道了，哎，我给你拿瓶酒来吧。孙哥，哎，叫你，哎，你随便坐啊。你等等，怎么了？秋菊，你上学扭得比他更骚。小哥，我们到那边聊聊。他想借钱。借钱，你找对人了。多少我都有啊！谢谢啊！噔噔噔噔，怎么样啊，咪咪？咪你个头了！搞定了，就怕他不借，借了就不怕他飞。那个就是郭秋菊，宝宝。啥？下学是今天晚上想请你去丁九别墅宵夜。我不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敢再摇一次头，我让你马上还钱。你乖乖的，我就开一部戏让你做女主角。我在车上等他。开口饭没那么容易吃，用点心吧。哎，裴小姐，自我介绍，我叫陈志超，我想请你喝杯酒，可以吗？请坐。哎，裴小姐，赏个脸吧，我是有诚意的。来，诸位来宾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宝岛王子刘家昌先生为我们高歌一曲《海鸥》。我不去。想带我到哪里去宵夜呀？都去吗？人家不愿意去，你不要逼我嘛。不去，我愿意去。
我愿意去，何哥。再来一瓶吧。不用了，谢你请我喝酒。哎，白小姐，我是认真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宣布追求你。你告诉我，你要我怎么样才肯接受我？你为什么不笑？我相信你笑一定会迷死人。是啊，我也知道。如果你有本事让我笑的话，我就跟你做朋友。这是你说的，明天我来接你。各位兄弟，为了超哥的面子，按照计划要本世纪最快的什么？速度，行动。老鹰真帅啊。嗯，哎，三姐等你半天了。啊，三姐，哎，先喝杯茶吧。放放那儿吧。好，放那儿。好，真热。老鹰啊，志超不知道我要来吗？怎么都不等我呢？我超哥这个人做事你也了解，他做事有谁猜得着呢？对不对？你就像今天早上这样吧，他一大早回来呢，就抓着个阿伟，这两个人呢，嘀嘀咕嘀嘀咕嘀咕一大堆之后呢，他就跑出去了，然后阿伟又抓着兄弟们开始嘀嘀咕嘀嘀咕嘀咕完了之后呢，兄弟们就开始忙碌，不知道忙个什么鬼。哎，听说蓝江啊，最近买通了一群小混混做替死鬼，现在全香港破案率最高的就是他那一区了。哎，那雷洛呢？雷洛他不是更厉害了吗？找了一大堆有钱的人出钱支持他，买通那些洋鬼子上司，想弄个总华探长做做。这个志超啊，也应该跟那些老外吃吃饭呢，应酬应酬什么的，啊？跟你应酬呢，他马上到，叫他见老外呀、啊，哪喽？哎，来三姐，我帮你点，我帮你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味道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熬不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志超啊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你痔疮犯了，你是什么德行啊？啊！三姐，就像你自己说的，狗改不了吃屎吗？这狗怎么能改得了吃屎呢？就像你喜欢泡小白脸一样吗？对不起，我说漏嘴了，说漏了。是谁说我喜欢泡小白脸的？他们大家都这么说你、啊。他们大家为什么不说我还喜欢钓老凯子呢？真的？最喜欢知书达理的老凯子了。其实我也是满腹经纶，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犹如一轮明月照窗前，为之清秀啊。可是人家那些老凯子啊，个个都风度翩翩，你可一点都没有。我也有一点点风度。你有一点点，你有一点点风湿，你少在这儿发骚了你。不就多了些花花绿绿的彩带吗？对，你说的对。不过警察局最近换了新老板，应绿华已经不是我老板了。请。白小姐，请。白小姐。白小姐，你就是我们的新老板娘。心意啊！你笑了。
爱白素芬。你想我爱白素芬。啊，你笑了。我爱白素芬，爱白素芬。你看，连兄弟们都了解我的心意。我爱白素芬。你看，连兄弟们都了解我的心意。是没事，走。请上车，下了班我去找你。下了班我去找你。开车。请用。好。啊，对了，在吃东西之前，我有份礼物是送给你的。小姐，你要不要来一点？要不要尝尝？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双枪，小酒罐，双枪，小酒罐，哎，赢定了！老子这回赢一把，快！孙梅，孙梅，六六罐，双枪上，上上上上上！哎，先分开！你买什么买什么买呀？什么什么买？哎呀！我都说到哪儿了，差不多了。长脚地球。成长第九，我认，天九十四方，哎呀妈的，九九罐都不能赢钱，还能赔他妈两家。来，有点庄稼头里走。来，大牌大牌开牌啊！听见了吧？这个歌。来，哎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哎，干杯。
回事吧。喂，这么晚你去哪儿啊？三姐，超超欺负我，是吗？快上车，拿行李去。三姐，哎，我亲眼看见超超搂着那个女人。真的吗？超超还亲她呢。哎呀，超超跟她好亲热，而且超超他对我、哎、你别超超来超超去的，你这个老公啊真是举世无双啊，啊，多少个女人求爷爷告奶奶就盼着你走啊，谁不想做棺材的，对不对、啊、我要是你的话我死都占这个位置啊，老公啊我跟你分一半可以，不能全给你啊，再怎么说做大老婆都比再嫁好啊，啊，哦，他人年轻潇洒，再说赚的钱也不少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想叫我走啊，别想了。三姐啊，我要回家了。到家了。哎呦，停车。那回去睡吧，什么都别想啊。拜行李。小心点啊，快回去了。三姐啊，这么晚还去哪儿啊？我想去买宵夜，快回去睡吧啊，什么都别想了。嗯，拜拜。哎，傻 A 的妹妹。哼。三姐，还不要去买宵夜啊？我买你个头啊！回家睡觉。你们都累了，快睡吧。你身都湿透了，不要碰人家、啊、干嘛穿着雨衣呀、啊、脱下来脱下来，放开我了、啊、来来脱呀脱呀，什么呀，来来来来，亲一口，亲一口，亲一口、啊、你去亲别的女人吧，你不要亲我、嗯、傻瓜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，别的女人胸部有你这么大吗？有你的真情真意吗？对不对？李老师说，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只要你是我老婆，我永远都爱你。嗯，正。这几幅画是我选的，漂不漂亮？嗯。来，到那边看看。坐。喜不喜欢这里的布置？这谁的家？你的，我送给你的。我的？是啊，怎么？我陈志超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真的？真的。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到家里来玩吧。男朋友行不行啊？你是说以前的还是以后？嗯，以前的都被你赶走了，以后你准我有男朋友吗？有了我，你还以为有哪个男人会看上你呀、啊？臭屁！哎，你老婆要是知道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嗯，不开心喽？你直接问他不是更好？直接问他？猪猪，洗澡水准备好了没有啊？你来了，床单枕头通通是新的，热水瓶里冲的香片，内衣裤给你买了一打，应该可以穿，我放在抽屉里了。啊，我来介绍，这是我老婆何玉珠，白素芬。哎，太好太好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去洗澡，你们两个慢慢聊啊。对不起啊，别傻了。假如你还缺什么要买的话就告诉我。猪猪姐，你怎么这么大方呢？有一种男人是不能被一个女人所拥有的，
与其让他在外面混，还不如我们合伙把他捆起来，起码不会让他在外面惹得一身骚回来，对大家都有好处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谁来帮我擦背呀、啊、还没聊完呢，快点啊。我走了，记住别把他全占了，闹着玩呢。宝贝儿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帮我擦背啊！来了，我这个好疼啊！也别弄，我这是好痒啊！对，擦着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每当我经过这里。越看越有味道。对了，志超，你觉得阿伟这个人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他虽然不是很能干，但是他很忠心。我希望我在退休之后，他能够跟着你。开玩笑，我是求之不得呀，夫子。好，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。哎，多谢夫子，预祝你荣休间生日，干杯。哎，丽红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在等超哥啊。啊，那你慢慢等吧，我们走。嗯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真是。哎，谢谢超哥啊，超哥慢走啊，慢走。哎呀，超哥，我来了。你又来啊？你别走嘛，超哥，你别再浪费时间了，我的注射很有效的，我们去七次。啊，七次？嗯，七次不满意，来八次。满意，哎，七次，你说七次就七次啊！哎哎，都跟我来，来来。你家小叔怎么样？哎，小赵，胡子在哪儿？在那儿。下后边。哎，我扎呀！你一个人来，没带老婆来啊？忙啊！哎，随便玩啊，先打牌。哎，不行。哎，谢谢，给我吧。哎，谢谢啊！哎呀，这不早点来打牌呢？啊，来了吗？恭喜你啊，小陈呢？啊，台下请台。哎，随便玩啊！福四，哎，蓝江，恭喜你啊，福四。恭喜你光荣退休，以后舒舒服服享福了，名副其实大福星啊。你嘴巴还真甜呢，福三。哎，小陈，我以为你发财不来了呢啊！会了，福三，哎，给你看样东西。哎，好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福星高照啊！哎，真的很有意思，福三。我知道你平常最爱欣赏千足纯金了，不是因为它的价值，是因为它像你一样，货真价实，真材实料。最重要的，它象征福四高贵的身份。你太了解我了。我当警察最注重廉洁这两个字，最不喜欢接受那些贵重的物品，像黄金这种艺术品啊，除了有欣赏价值之外，还可以陶冶性情啊。对，福四说的对。啊，好，赶快把它收起来。哎，收起来，叔。这小子办事最勤快了啊！哎呀，真漂亮啊！这看起来真的很过瘾啊！啊，福四儿，你老人家退休之后，我和雷洛两个，你选谁做接班人呢？你那么急干什么？待会儿我就知道了。啊，是啊是啊，蓝鲸，你太小气了吧！这么薄的礼，你居然好意思送给福四儿？福四儿，我真要骂你了。骂我什么？你为什么不为了广大的市民着想，答应留任呢？让我们这些晚辈有机会向你多多学习嘛。不过福四儿既然决定了今天要退休呢，我们也挽留不了了。所以前两天呢，我专程去了一趟北京，特别请了一个有名的设计师为福四儿改造了这只3880两重的纯金大金珠，送给福四儿你的。它代表了像福四儿这样有福气啊。福四儿，这个选礼物嘛，当然应该花一点心思了，不像其他人一样拿几个牌子就当是贺礼了。哼，没问题。蓝江，开个玩笑，你急什么嘛？罗哥，哎，里边有牌局，玩两把。好，来来。站着，福包，恭喜发财。小辉啊，又不是过年，干嘛恭喜我发财？是爸爸教的嘛？爸爸说，福包今天会发大财，所以。
以叫我们恭喜你吗？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他们在那儿呢。哎，富哥，你们两个怎么到处乱跑啊？别笑啊！别提了，跟着我，乖。玉珠啊，志超怎么没来？啊，不晓得他在忙什么，快到了。哦，哎，福三，这里有。搞什么飞机嘛？明知道今天是福三大日子，随随便便把老婆孩子叫来，这什么态度嘛？他妈，这小子心里哪会有我？不会，超哥每天都想着你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福哥。哎，说超哥，超哥的，超哥来了。哎，看见没有，新玩意儿啊！哎，快把金二爷的新玩意儿。哎，超哥，福哥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小王八蛋又玩什么花样啊？我知道你喜欢听评剧，我去邀曲儿去了。直升机现在去接他了，很快就可以停息。福哥，请笑纳。哎，好。嘿，小题大做，原来送你根钥匙，我还以为你送直升机呢。送礼物是一种心意，礼轻人意重嘛。福哥，讲心比讲金好啊。嗯，那可不一定哦。嘿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忙来忙去就弄这玩意儿。嗯，对啊，有什么特别吗？像这种横匾，福字多的数都数不清，家里都放不下了，对不对啊，福字？我看不是些除暴安良啊，就是嫉恶如仇那些老套啊。我说是恭喜发财，打开来看看。老爷，打开。哎，行金福多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是多福金行。我知道福哥喜欢金器，所以买了谢丽媛金行送给你做礼物，还帮你起了个名字叫多福金行，以后你搂着他睡觉都行啊。好，刘探长，我是谢丽媛金行的律师，这份呢就是我们金行的转让书，请你先收起来。还有，陈婶帮你转了名之后的第一笔生意呢，就是雷洛探长他在我们金行帮你订了一只金珠，到现在还没有付钱，希望你处理这件事，这是他的发票。你要赶快付钱哦。啊，当然当然。哎，福哥，我把它收起来啊。好，谢谢。走。今天大家对小弟的浓情厚意，叫小弟非常感动。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大家，我也没什么好留下来的，只有这副手铐陪了我几十年，帮我抓了不少作奸犯科的坏蛋。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一位我认为最有前途的警察，志超，你拿着，以后他就陪着你办案。希望你不要叫我失望，也不要叫在座的各位失望。有没有信心？哈哈哈！当然有信心。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，菩萨，我一定会继续用这副手铐，把那些作奸犯科、无耻之徒全都铐起来。这样，哎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的唱片卖得非常好，到处都缺货。我从旺角一直找到尖沙咀，才找了一张啊。我不在乎我的唱片卖得好不好，我只想问你爱不爱我，你爱不爱我？爱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知道你这几天晚上都跟个小明星在大饭店里睡觉，三姐和朱姐骂我骂得对，我不应该老是想着跟你在一起，可是人家真的很想你，我是不是白痴啊？不是，你不是白痴，乖，快睡吧，啊。我今天一直跟自己说，不可以老是在想你了，要不然我很痛苦的。但是我一想到你跟别的女人上床，不知道。你看看你，
喝得那么醉多难受。不会了，我比你几个人没走吧，不会再痛苦了。好了好了，乖，不会了啊，不会了。好，你怎么会割手腕呢？你为什么要自杀？你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我帮你止血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啊，不要动，我帮你绑起来，我帮你止血。你为什么要自杀？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不要动，我帮你绑起来。你为什么要自杀？不要动。真是卑鄙下流！我在这行混了这么久，都做不出这种事情来。秋菊是我一手带出来，什么人都知道。关我什么事？王八蛋命好，刘福的侄子，雷洛的手下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亲手把他给做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赌钱。我不该跟刘和爹爹害死我女儿，我不该找你们，谁知道福三他得了老人痴呆症，我才来求你们的。好了，别哭得鼻青脸肿了，人都死了，这些钱拿去吧，给他办后事。这些钱我们不会要的，就算去要饭，也会把姐姐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。我只是希望陈探长帮我们讨公道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人家争了，又不认识你们，非亲非故讨什么公道？你那么爱讨，自己去吧。好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刘和身边有很多人，十个你都不够看的。我可以暗算他，我一天等不到，我可以等一个月。一个月不行，我可以等一年。小弟，你别乱来啊！不行，妈，你不要管我。小弟，给我滚回来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志昌，你靠着我干什么？我靠着你，我是为你好。志昌，你看他年纪还小嘛，放他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混蛋，我要是不把你铐起来，你老妈的生老病死谁负责？你弟弟妹妹念书谁给钱呢？那么冲动。你算是男人吗？你现在是一家之主，你知道吗？你眼看着我姐姐死得这么惨，你管都不管，你又算什么男人？我不算男人，我陈志超听到这种事会袖手旁观吗？赶快说谢谢！我怎么知道他会唬我？这个混蛋，我打死你，气死你！三姐，王八蛋！三姐，你干什么？三姐，你会踢死他的！哎呀，他年纪还小嘛。我陈志超说话算话。你是个大人，要好好做人，知道吗？有什么事就来找我，家里全靠你了。谢谢超哥。还不快跟超哥说你喜欢做海关？说呀。我喜欢做海关，麻烦超哥介绍我去做海关。谢谢超哥，谢谢超哥。他想做海关？是啊。海关好吗？还可以吧。哦，哎呀，我真倒霉呀！早知道那次我买大不买小了，不然的话我女儿就不会死了。别想亏老太婆，那么爱赌，早点去找你女儿。不要吵了，来，我准备好香槟，等你回来喝。喝你的香槟不容易。叔，吃不吃蛋糕？好好喝，你没出去啊？没有。鱼喂过没有？喂过了。阿和，什么事啊？今天没出去啊。叔叔，你刚刚已经问过了。问过了。鱼喂过没有？来，进来，进来啊！喂过了。喂过了。鱼喂过没有？阿和。别以为福特真是老人痴呆症，有时候他很清醒，小心说话。福哥啊，吃蛋糕了啊！有悄悄包自己吃啊！你吃。福哥没出去啊？一位过来。这么巧碰到你啊！有悄悄包，你们自己拿着吃，你自己拿，不要客气啊！不用客气。哎，来来来，
生路行不行啊？好啊，我们不开枪已经是给你条生路了，对不对？啊？哎呦我操！陈志超，我叔叔坐你面前，你敢不给他面子，跑来抓我？哎，叔叔。这鱼怎么又死了？志超，你怎么又过来看我啊？生了没有啊？生了，生了，生了就好，生了就好。叔叔，救命啊！叔叔，怎么你没出去啊？你快过来跟志超哥打招呼。这小子一点礼貌都不懂，你帮我教训他。富哥，不要给我面子。怎么，你叔叔没告诉你我是什么人吗？天方老子我都不给面子。叔叔，铐起来。这鱼怎么又睡着了？快点来人帮我把鱼叫醒啊！起来、啊！走，叔叔，他们要抓我，叔叔，滚吧！我给你大个的，王八蛋，跪！谁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抓人叫我就抓嘛。阿超，你记不记得我抓了个大盗李卓？我跟了他多久，盯了多久，然后才把他抓了，抓了朝他胸口打，打得他满地找呀，这样他就招了。是。带走。不管他是不是冤枉的，一定要抓到那些王八蛋。抓到他之后啊，你就朝他胸口拼命的打，打得满地找呀，他马上就招了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警察打犯人是应该的嘛。你累了，对不对？休息。政府也规定我们可以打犯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他打的满地找牙啊。这些鱼怎么又睡着了？这个地方怎么刚那么吵？神奇什么？说了三把。嗯，老爷啊，怎么问他都不说啊？这行。哎，你放呗。来，快。怎么样？你逼郭秋菊赔那个王八蛋爵士多少次？每次你收多少钱？不说是不是欠 K 呀你？好小子，不给我叔面子是不是？我就不信你不给洛哥面子。有后台，哎，兄弟们，有后台是不是要给一点点面子啊？哎，给一点点吧。好吧，既然有后台，就给一点点啊。这么一点点够不够？有啊，给啊，给啊。喂，亲爱的，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两？喂，我现在有事，晚上再约你。拜拜。啊，靠了！兄弟，小心你的枪啊！万一走火，我可就绝了后了。哎，老哥，老哥，是超哥吩咐我这么做的。超哥，陈志超，让开！除了刘和，谁都可以走。谁挡我的路，我就开枪打谁。哎，你别乱来，我这要枪，我枪没了。志超，大家都是好朋友了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最近我全力对付王老吉，所有策划摊全收回了自己控制，我一直叫刘和帮我策划，所以我要叫他跟到底，这回就当给我雷洛一个面子好不好？放了他行不行？这个王八蛋串通一个80岁的老色狼，迷奸一个17、18岁的女孩子，这种禽兽行为我们皇家警察都可以包庇的话，那怎么做事？谁会尊重我们呢？好，福哥那儿你怎么交代？难道你一点不念福哥提拔过你的恩情吗？我永远不会忘记福哥的恩情，更不会忘记福哥说过的每一句话。他给我这副手铐的时候叫我不要放过作奸犯科的人，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哼，陈志超，从学校开始我就忍你了十几年了，你永远是神里神气的臭屁的要死。我开 Benz， 你开 Rolls Royce， 我给10块钱小费，你就给人100块。就算你爱表现，什么事都爱出风头，好，我都让你。你这人太自私，一肚子阴谋，全为了你自己。刘和这件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告诉你吧，今天要是不放人，我就跟你没完。
你耳朵聋了吗？不放。听清楚了吗，雷先生？不要乱来啊！大家拼个你死我活，全都不要动啊！哎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啊！枪走火，走火，我捡枪捡枪啊！我可不是故意的，这枪一生锈，它就容易走火啊！别愣着，说啊说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快说！他的枪走火了，差点打中洛哥。啊，是我可不是故意的，枪生锈走火，明天换把新的啊！没事。好，我给你把来福枪。你有正常。现在给我去跑操场七日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快去！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不起啊，松鼠，一二。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，你也跟我来。跟他去，不用怕。是啊，夏爵士出面保他，还带着大律师来，现在钞票人事什么都有了，署长也打过电话了。陈莎，你就帮个忙吧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知道我一向不爱跟别人争。好，放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这样就天下太平了。别客气。五十四，哎，你好，何一诺，是锻炼锻炼。哎呦，五十八，六十二，六十七，六十八，六十九，哎，七十了。怎么样，超哥？把他放了。好。谢谢你啊，胡孙。我以为什么探长那么了不起呢，打个电话还是得放人的。哎，不知道今天晚上洛哥带我去哪里跳舞吧？啊，当然是丽池了。哎呀！哎，什么呀？跳舞是吧？你这舞不错嘛。好啊，我陪你跳。啊，点点点，个唱首宝，唱首宝，你怎么的？夏爵士，你不玩了，来嘛！呸！原来你是个男人，我不喜欢男人，你不要碰我。怎么了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来嘛！啊！哎，超哥，超哥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精彩的场面呢，我去冲几天，我也得爽一爽了。夏爵士。我叫陈志超，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喜欢，就喜欢在老虎头上动土。那些精彩的照片我会发给各大报章，哎，尤其是社会版，叫你先写稿了，写得精彩点。好的，超哥。嗯，你们要挟我，什么条件开出来吧。我只要郭秋菊死得瞑目。那件事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已经给刘和钱了，我又不是逼良为娼。你们想要钱吗？我给十万块行了吧？十万块买一张底片，他应该可以瞑目了，对不对？再说我也吃了亏了。你这种老色狼，一定要给你点小小的教训，不然的话，你狗改不了吃屎。你们到底想要多少嘛？一。别逗了，我哪有那么多？别客气。分十年给吧，一年捐一千万出来做善事，对你有好处。我哎，不要想着耍赖啊！只要哪一年少捐一毛钱，我就把照片公诸于世。哎，记住啊，刘和的案子不要再包庇了，不然我照灯不误。你明白了？超哥，你吃吗？吃吗？嗯。这么香的乳鸽留给你吃。这么爱我呀？嗯。说什么呢？大声点。那天时间差到了，那个男的在你床上。真的，真的。喂，
小凤啊，慢慢吃，留半只给我，别都吃光了。好了，他又不会飞走的。我很快就回来啊。嗯，哎，那个熊啊，泡澡呢，起来！妈，你不行不行，你臭小子，你泡！哎呀，干什么你？妈，怎么这么早啊，陈探长？不行，干什么？妈，让我来！你这个王八蛋，超哥的老婆你也敢上？超哥，打死他吧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我们你就不用心痛，你也会心痛的吗？你现在应该明白我是怎么样忍受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超哥，你我的超哥，超哥，你不要杀我，我不是真的爱他的，不要杀我。你看看这么没出息男人都可以跟他在一起吗？不错，我明明知道他是在骗我的，起码他让我开心。你呢，你连骗我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不杀你，立刻离开这里，以后不要让我看到你，走。我不走，我喜欢这个房子，除非你杀了我。你喜欢这房子是吧？我送给你，走。走，我们走。我走了，听见没有？我走了。喂，超哥，超哥，你大方的太过分了吧你啊！你哭啊？啊！我不是哭，我是伤心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素芬跟我玩完了。恭喜恭喜恭喜你！错，你不会明白的。他那两块肉实在是太棒了。哎，你老婆那两块肉也不错，头放在里面，能把你给闷死。可是他的小蛮腰软得像蛇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小蛮腰早晚变大水桶。他的脚，哎呀，毛多吗？我知道。他的手很温柔啊，很有感情啊，摸得我好爽啊，啊，好舒坦啊。可是现在他不摸我，摸别的男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好，我摸你，我摸你，我摸你。那个女人给你戴绿帽子，她是个天生的淫妇荡妇，不是她自己没有福气吗？我们不要她了。对。所以我现在不要他了，你有种。哎，嗯，让我醉一下吧。好好，醉苏芬。喂，谁啊？请问三姐在吗？三姐在厨房呢，你是哪位啊？我是露西，你又是哪位啊？露西，露西啊，我是陈志超，三姐的弟弟。啊，我听说过你的大名了，陈大探长嘛。是吧？我们有没有见过面啊？也许碰过面吧。是吗？那我们得好好正正实实的见个面。哎，半小时以后在雍雅山房等啊。这么正式啊？好的。那可能我要每人手里拿一朵红玫瑰做记号，不见不散啊。你千万不要不来哦。不会的。拜拜。啊，谁呀？啊，露西，挂了。嗯，你喝这个。行。祖芬，用不着这么伤心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女孩子对你是真心的。谁呀？你老婆呀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她太好了嘛。喂喂，哎，帮我拿着。哎，你去哪？散心，我刚刚约了露西。哎，
借红玫瑰用用。我们明天要上飞机了，你也不回家吃顿饭啊？你知道，我心里有数了。你不要搞到天亮才回去啊！你听见了没有啊？行了，放心吧。陈燕，我已经照你的吩咐把所有的客人都请走了，你可以安心的吃东西，不会有人打扰你的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呢，有位小姐拿着朵玫瑰花，你帮我请她进来。好的。是不是这位？哎，你好。哇，这么晚了还戴着太阳眼镜，你一定是电影明星啊。超哥是吗？露西是吧？三姐怎么没来啊？啊，三姐，三姐啊，她还在厨房里面找米酒呢。餐厅怎么没有人呢？是你的啊？啊，不是。我叫经理把客人都赶走了，制造一点浪漫的气氛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好，不介意，随便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怎么做菜还带着闹钟啊？没有啊。你只好奉献了。有没有别的选择？你说呢？不知道。啊！站住！我不会！哎呦，放手！哎呦，不要不要！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饶了我！王八蛋！你这个畜生！王八蛋！王八蛋！你陪我女儿！王八蛋！可恨你！可恨你！这封遗书你带下去交给国球局吧。王八蛋！他妈的王八蛋！真是你害死我姐姐！我也让你尝尝，我也让你体验一下，是不是？让你也尝尝，王八蛋！你害死三姐来了，三姐评评理，死在他的面前！王八蛋，去死吧！去死吧你！太过分了你！福哥，超哥，你别怪我，福水他多年来对我恩重如山。对不起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我没有办法不告诉他老人家。日超，福哥，日超，福哥，你来干嘛？啊？我们姓刘的，就是个小畜生啊！你怎么教训他都好，留住他，替我送终。福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跟他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。郭秋菊死得那么惨，我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呢？这好，外刘福没有允许留过人，现在我求你，求你。福哥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失信于人，今天为了你，就失信一次。超哥，谢谢。啊，不对，福哥，不对，福哥，福哥，没气儿。福哥，超哥，你说话算不算话啊？超哥，你答应了福哥，我没答应他。你妈的王八蛋臭崽子！我今天不把你扔下去，我他妈跟你姓！跟你妈的，扔他，扔他！啊！你干嘛？你不是帮我吗？我帮你个屁呀！他拿眼睛瞪着我呢。老云，你妈的兔子还不回门关呢，还不快过去谢谢超哥叔叔。这算什么吧？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叔叔，你不是说要帮我的吗？刘贺，
你今天虽然不用死，但是你强奸、勒索、放高利贷，咱们都得被陶醉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在10月8号李正屋村喜志区发生的房屋署职员撕毁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事件，现已演变成大暴乱。石甲尾、荃湾、旺角、黄大仙等多处地方均发生暴徒冲击左派工会、学校和商店，事件中导致25人死亡，84人受伤。今天，北京外交部副部长张汉夫发表了强硬的措辞，要求港督葛亮红马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，来平息这场有政治背景的暴乱。很难控制得了啊！哎呦，阿三，有伤了！哎，刘云化，我这有一瓶秘制少林寺跌打酒，只要一擦上去，保证你什么都好了。哎，只要有口气，就死不了。臭皮臭，你刚才应该带领着一队兄弟在后门守着。对呀、啊，但你没有执行你的任务。不错，是不是？是。回去我一定投诉你。阿三，不要那么冲动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群匪徒他们是有组织的，擒贼先擒王，别跟他们硬拼。你看，这张就是他们首领的资料。这个混蛋背着国旗煽风点火。阿三，千万别上他的当。阿三，我们在这里下车吧。我没有兴趣跟这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坐在一起，简直丢我们的脸。哎，阿三，这里前前后后18条街都是暴动区，很危险的。哎，不过如果你想壮烈牺牲，那随便你。来，出去吧。哎，警长。暂时不走了。怎么，你们不壮烈牺牲了？嗯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要说的，阿三？你不要客气。臭皮臭，我和雷隼如果今天能够安全地离开这里的话，我就不追究你没有执行任务的事。 OK？ 不 OK， 阿三，我要你的报告一字不漏写我今天的行动表现。 OK？ 好，如果你能抓到那个首领的话，没问题。开车。打倒黄金狗！打倒黄金狗！把他关进去！不怕牺牲，不怕流血，坚决反对暴政，坚决反对暴政，坚决反对流血，不怕牺牲，站了！背着国旗煽风点火，你糊弄我们！你这个臭流氓，明明是黑社会假装有政治背景，
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外面那些无知的人？啊！哇！哇！哇！这是国旗，青天白日满地红。娘，可以随便挂在背后吗？哇哇！哎呦，快就快呀！别动，别动！我老实告诉你好了，陈四，其实总华探长的位子我们打算给雷洛坐，不过这一次你抓了策划暴动的人，你功劳最大，让我们左右为难。这里有300万，是雷瑟给我们的。我们从英国这么远跑来做事，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其实总华探长这个位子，是价高者得。没问题，我出500万。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早就谈好了嘛。谈好了又怎么样？这是我们英国人的事。你再给我3天时间好吗？不行，陈志超，你是逢年跟我作对吗？我这个人习惯了舒服，不太会管理人，跟其他分局的人际关系又没他那么好。总华探长的位子由他坐吧。陈 Sir，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 No sir， 我陈志超这个人就失信过这一次。雷洛，总华探长的这个位子还是你来坐吧。恭喜你，好好努力啊。1960年，警务署长设立总华探长这个职位，同时也设立了两个新的部门，一个是国际扫毒组，俗称老国；另一个是一般犯罪调查科，俗称633敢死队。意思是指他的职权范围之内，不受任何管束，不受任何的限制，在香港、九龙、新界三个地区执行打击犯罪行动。这两个部门统称为三支旗，而三支旗的成员均为督察级人马，职权全部在总华探长之上。